Every chef has their own masterpiece. Be it cuisines like Western, Oriental, or even Asian food. Now, Simple Food only serves vegetarian food. So, why not check them out at 50 Kaki Bukit Place or give them a call at 6744-0207 now. Simple Food, Veggie Good. 令人垂涎三尺的美食，你能联想到他们都是素食吗？将素食料理带到了一个不同的领域，注入了许多惊喜。这就是 Simple Food。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的美食 OK， 今天我们来喝汤。人家说呢，多喝汤身体会好，为什么呢？因为多喝汤它是属于那个补充水分嘛，尤其我们新加坡这么热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张师傅在这里呢也有一些好汤给大家介绍。今天介绍的这道是什么汤？师傅，菠菜金针菇。好，那张师傅说一下这个菠菜金针菇，一听就知道有菠菜有金针菇、对不对？像上次我们介绍的这个猴头菇，尤发就很喜欢，不过学不到，回家煮了还是不好吃。那今天呢，我们这个菠菜金针菇，那这个菠菜金针菇汤其实这里面的一些用料有哪一些啊？哦，基本上就是、菠菜磨碎，磨碎煮成根、还有金针菇、还有一些萝卜丝、还有紫菜丝，营养素非常的好，还有好像一点小芝麻哈，小芝麻，对 对，那其实这个营养价值很高，我们知道这个菠菜是铁质很高嘛，那么这个紫菜的这个可能这个味道就能够调出那个味道更香，会不会？它是更鲜味啊，更鲜味的感觉。它有紫菜，它会紫菜的鲜味。是，那这道菜是你自己发明的呢，还是原来就已经市面上已经有的一种汤类？市面上有，但是我自己改了。又改良了一些，所以换句话说，你这间店里面这个 Simple Food 这边的所有的一些食物，其实都有经过你自己的一些，就是多多少少的一些改变，对不对？就形成了你自己的一个门派，对，张派，张派厨艺啊，就是到处去吃，到处了解，那么自己改良一下，就变成自己的口味。想问一下啊，人家说厨师哈、是要去上课、要学习的。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张师傅，你在这个厨艺方面有没有说真正的去拜过师，或者是偷师？其实就是自己各方面了、就是到处走，到处吃，到处看，到处看，到处学，对，到处偷，也不偷吧。其实人家说偷师，偷师很重要哦。好像我发现这个厨师很厉害的，好像他们很会煮的人呢、你煮什么样的东西，他们一吃一下大概就知道说里面有什么调味料，对不对？有什么一些口感的东西，基本上大概了都懂，对不对？只能说不懂的东西就是他煮的火候多少，分量多少，这样而已，对吧？所以这就是厨师之间他们这个斗争的时候，就是战斗的时候你们看不到的东西啊。不要说斗争啊，就是说在比高低的时候，对吧？那其实你当时在台湾参加这个比赛的时候，你有没有这个压力，或者是说什么样的机缘让你去台湾参加这个比赛？是谁给你推荐的？其实机缘巧合了，就是朋友推荐我上去，叫我去台湾比赛。我就啥了，去台湾比赛，因为新加坡跟台湾的那个素食的水准不一样，差距蛮远的。为什么你觉得差距很远呢？素食的台湾跟新加坡的素食有什么差距呢？因为真的是花样也好，种类也好，各层次的已经是蛮高的，水准是非常高的。新马在这一方面是比较落后一点的感觉。对，是他们没有这么注重，我们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没有这么注重。他们好像说，摆盘方面呢、都非常的注重啦、款式啊、口味啦、非常的注重，因为他们非常的竞争嘛，是素食人口非常多。可能日本可能这个台湾也是受了日本的影响，对，所以很多的一些东西都做得很精致，所以他们的素食也做得很精致，所以因此当时你就觉得说台湾新加坡不一样，但是后来你去了还是拿奖啊，是不是你的颠杯为了你让你拿奖了？可能吧，没有，因为它是一道菜一个主题入菜，那么我就是三样而做成一道菜哦，所以就很特色，对，所以就拿奖了。对，其实拿了奖给你造成了，就是给你带来一些什么那些利益吗？就是就会更提升自己的
厨艺方面啊，这样子种种方面就要更加的注重和提升，是这样子啊、哦、是这样而已啦，对对对。那今天的这道呢也是我们的师傅特别的调制的，所以如果说你喜欢喝这道汤的话，这个叫做菠菜金针菇汤。 对所以刚刚我们的师傅已经介绍了这个用料，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就来品尝一下。这边谢谢我们的师傅了，谢谢。 Every chef has their own masterpiece. Be cuisines like Western, Oriental, or even Asian food. Now, Simple Food only serves vegetarian food. So, why not check them out at 50 Kaki Bukit Place or give them a call at 6744-0207 now. Simple Food, Veggie Good.